这个是煎饺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煲的汤，然后用这个东西煎的饺子。因为用橄榄油，好像是可以比较健康、减肥一点点。现在放，故意让它收一下汁。要不要放个鸡蛋？犹豫。我炖的这个汤，这是昨天炖的，但是没有喝。现在把它加热一下，然后呢，等这个好了之后，我们的早餐就可以开始了。我的煎饺已经好了，我刚刚在上面撒了一层那个大蒜，哎呦，好呛人的。看到没有，我框的煎饺框挺好看的。然后我煲的汤，我刚刚在饺子上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跟这个白胡椒粉，呛死。然后现在准备吃，然后蘸这个酱吧。现在倒两杯咖啡，我们早餐已经端上桌了，晨晨已经在吃，然后倒两杯咖啡，这个咖啡壶不太好。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了。晨晨啊，那个地方有酱，然后用这个锅炒。我不要看一下这个骨头被我分了。好大股胡椒味道啊。大蒜跟胡椒的味道。把它翻一面，把它翻炒一下，然后这个是用水还有那个橄榄油煎的。哎呦，咋这糊了。好，搅拌搅拌，我去把我的咖啡拿下来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呢，吃饭了。隔壁的小哥又买一个家居，然后我们现在关门，晨晨正在关门。今天天有点阴，对吧？哈，不阴，又是太阳天。这是我们晨晨今日份的 OOTD， 对不对？老板拍的。你还是他最喜欢穿的就是这个呢。我全是套装，好简单方便，对吧？不用再去想上面穿了什么，下面再配什么。对。只要想个鞋子。我之所以把我这个衬衣拿着，是因为我这个衬衣刚刚用蒸汽熨斗熨烫了一下，然后很干了。所以说像那样子拿着的话，等它干了之后再穿，免得在车上压出褶子，我都穿在身上，感觉衣服皱皱的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一下油箱。油箱在哪里？这叫什么来着？晨晨。这太阳有点大，有点晒，你把墨镜戴着呗。那人一弄啊，这就我们眉毛上面搞个摊子是吧？看，这是晨晨今日份的穿搭，我还挺喜欢这个连体裤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都已经几年了，差不多有多少年？三年到四年了。晨晨身上穿的这个连体裤有三到四年。对，走吧。那好多人，他们在跑步，集体跑呀。我们等会儿去干嘛呢？我们等会儿的话，先去娜娜买一个那个眼药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做过那个眼睛手术嘛，是吧？最近视频编辑多了，导致眼睛发炎了。对呀、盯着屏幕用眼过度，时间过长，导致我眼睛发炎了。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就悠着一点。然后视频呢，也最近这段时期的视频都是由晨晨帮我编辑，然后呢就那样吧。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就是眼睛不能沾染什么，是吧？要注意一点点，对吧？他也不是说沾染不了什么东西，就是没办法换眼妆嘛。说白了就那样子，我眼睛就会没那么好看了。对。
到店里了，我们等会先把车停一下，停完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走到那边。我们现在呢把车停好了，现在从这个地方走过去。哇塞，天上的飞机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飞机层层。咋？这个塞油，我给你停了，我憋一股火，知道吗？温度太高了一点点，外面晒。我们要不先去店里算了吧？嗯，我20分钟吧。啊？还20分钟？在网上点的啊，别送过去算了。我有那个。太便宜了哈。嗯。我们现在去干嘛呢？因为现在来的比时间比平时要稍微早一点点，那我们直接往那边。那边有没有？那边应该没有吧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干嘛呢？现在准备去给我自己买点眼药水。你要不往那边走好吧。嗯，快晒死了。我们准备从这后面走，就是外面感觉就是闷热，对吧？哈，肯定晒晕了。嗯，我还挺喜欢看晨晨这样子穿搭的，因为比较适合他，感觉就在这边的话哈，穿那种黑色的衣服。哎呀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看过了吗？啊，觉得好奇葩，这是怎么拎上去？看一下，携带一机啊，所以我用眼睛一选。嗯，走走走。还有点不好意思。为啥？害羞呗。我们已经到了奶茶店，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进去，里面有其他人在上班，对不对？去买眼药水。我说的吧，麦当劳门口坐了很多大哥，看到没有？之前只有一个的，现在来了一群人，全是大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准备去买那个眼药水，因为眼睛太难受了。现在临近开学了，然后呢这个地方人慢慢多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拿一个维生素，然后晨晨帮我看拿着我那个眼药水。我眼睛不舒服，所以来这个地方买眼药水，就这个。然后现在去付款呢，付完款之后我们就准备去奶茶店了。我买眼药水加一瓶维生素，总共花了83。83，我的银行卡。我们现在就往奶茶店方向走啦。这长时间不走路，特别是在外面这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，走一下这人就喘气，喘出气。看我后面芦苇，对。长这么高了，啊，这芦苇看着还挺好看的，哇！现在已经在奶茶店，现在在后厨待一下，因为到的时间点有一点点早，然后呢，前面有人在上班，然后在那后面坐一下，等他下班了之后呢，然后再到前面去。在打包的晨晨。这个是家常豆大佛炒，哇，这四盒。这个开始给你的饭也是难得哈。嗯，好香啊！我好想吃一个。这边吃一点。又吃呢。嗯，我在等着你们。我看见在前面做茶，然后呢，我就跑过来了呗。减肥人吃的多，嗯，你不在减肥吗？
我不剪了，我想我吃完今天的之后再剪。啊，完结。来，还有带着一起点。嗯。我刚刚吃完下午的饭，然后呢，下面捋个杯子，我印象好大。你还没吃呢，我吃了，你吃了，我看看。嗯。难怪。这个是那个，柳橙养乐多，这个橙色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香芋的。反正我每天做香芋做的是最多的。这个呢还挺好喝的，这个是橙汁的，因为这个橙汁是现榨的。这个是我们的晚餐呢，豆青炒豆芽，然后农家小炒。我先喝汤，喝完汤之后呢再吃饭，晨晨在前面在做奶茶，在因为前面有几个顾客点单呢，我先吃，然后吃了之后再去换它。现在拍一个视频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杯都是香芋的，然后呢这个是网上点单，我自己看这上面这个名字，因为我最近这几天天天下午的时候都在奶茶店嘛，然后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昨天来过，对吧？啊，前天也来过，哦，上前天也来过。对，连着几天，因为这名字此前应该也很熟，对吧？啊，这名字，就是感觉长时间在这地方点单的人，对吧？哈，你就会记住，而且他每次都是给一样的，都是相遇，对吧？哈，而且好像做了之后，他每次都做，他每次就是同样一个人都喝同样的东西，是吧？哈。对对对。所以呢，就是在感觉好像就是，就做奶茶很有成就感。对，很有成就感，还挺开心的。嗯。
沈晨，沈晨在做奶茶，招财猫猫店里面。然后这一杯是正在晨晨正在倒的，这一杯是香芋奶茶加珍珠，然后那个地方已经好了两杯，是不是？现在已经9点钟了，8:57，然后看外面的天空。看外面的街景，天空，现在天已经黑了。我们到9:30的时候开始做清洁，对不对？9:46了，我刚刚已经扫完地、拖完地了。哦，外面天完全黑掉了。然后晨晨已经把这个台子上面都已经消了毒，然后呢清洁了一下。哦，我们等到10点钟，我们就要走了。打包了一份菜，然后呢一份就是，一份米饭。准备明天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明天白天的时候吃。我好怕这个东西飞出来，因为这个盖子是个新的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已经10点多钟了，10点过几分。然后这会儿说店里面又来了一个顾客，我现在正在做奶茶，把这一单接完，我们就准备关门走了。现在把咖啡机给关掉了，然后呢把这一杯奶茶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关门了，要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走了，刚刚那一单已经给出去了。然后我们打包了一份中餐，看一下，现在关门准备走啦。好，走了。嗯，到门口又坐了一个人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找我们的车呢，然后准备一起回家了。哦，这个就是现在是晚上的10:10的样子，不知道过5-6分钟，接近10分钟的样子呢。然后我就和我的晨晨一起准备往我们车的方向走，然后准备回去呢。我们俩一个半。对吧哈，好，刚刚经过我们店门口，对吧？然后门口坐着一个人，然后呢店门口坐着一个人呢，旁边那店门口那大哥睡着一个人，没有，那大哥把被子都搬累了，嗯，就躺着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呢，哎，开好快呀！他其实也不是快，他就那个声音响啊。嗯。看我两个人的脚，嘿，这我俩的影子。嗯。然后呢，这一条街。可能因为现在比较晚了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对吧？嗯。而且最近温度降了一点点，一点也不热，这会儿的时候。其实我觉得车开运动模式挺吓人的，对吧？哈。嗯。哎呀，走一会儿就累。
最近这段时间走的路还有点怪，好像我瘦了两斤。你瘦了两斤哈、啊？我胖了几斤怎么办？估计是因为我吃的太多了。没有啊，我感觉你吃的还没有我多吧？没你多吗？嗯，不可能。嗯。妈妈现在前后的车把它夹在中间，夹太紧了一点点，我这没办法开出去、啊。哦天哪，好吓人啊！嗯，你看这后面这个车子，嗯，跟这么近啊，最怕停这个车的。关键是我们那会儿停车的时候，哪前后都隔一段距离的，这些人呢？哦、嗯。雷了之后怎么办呢？你还都跑？没事是吧？咦，终于那个，我真太牛了，我佩服我自己，我那么厉害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到家就幸福了呀！视频在这个地方就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我的朋友请大家关注，拜拜。问问问是否清醒，别陷入闺蜜心窍的剧情，就当我事事不清，太多事捉摸不清。